方便面用水泡十秒钟，再上锅蒸一蒸，两分钟不到，你即将解锁方便面的神仙吃法。这蒸熟的面啊，口感筋道，这两块面啊，够三个人吃了吧。炒鸡蛋啊，千万不要打散，这样炒出的鸡蛋啊，蛋清是蛋清，蛋白是蛋白。这会儿啊，放点洋葱、火腿肠，把它的香味炒出来，然后放入蒸好的面进行调味，少来点生抽，一大勺老干妈，然后放入方便面料，最后放点香菜，用我回复评论的小手啊，翻炒均匀，干香筋道的炒方便面就做好了。尤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真的太好吃了。